手旅车行驶高速公路外线道，突然间左侧遭到擦撞，车身晃动。一看竟然是辆浅色厢型车突然往右切造成，但是厢型车肇事却没停下，继续往前开。手旅车驾驶气坏的尾随后面长按喇叭，不满厢型车逼车还肇事不停下。两辆车下高速公路，修旅车继续尾随，但厢型车最后竟然绕去警局求救。他表示不愿意警方协助处理。值班员警上前关心，但厢型车驾驶拒绝报案，警局前停车十分钟后自行离开。但修旅车驾驶事后把影片PO上网，质疑厢型车是便衣警察。经查，该车并非本分局的公务车辆。警方澄清，厢型车不是警局公务车，驾驶当然也不是员警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，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。